应该会当小俊良啊超越，我的心态和你的想法是两回事。你认为我甲超越真速配，一定想要甲我共鸣。我是一个过去的人，阮爸阮妈所作所为，我身负的，派尽的责任，还够罪过。超越无义务，不要成就。 伊无当你有找我，迄是伊善良，我拜托你，莫有压力好无？等下，阿伊文拢想起啊，阿你阁有心情点少哦？我想我也是去关心伊好啊。你还阁看袂出来哦？感情的部分，阮要紧，伊还无法度过身来迄个坎。 已经有可能固定为着你安琪小姑姑的过往组织，我是有一个好办法，会当让文耀姐暂时放开心来说吧，你要试看卖无？超越，你相信我，文耀绝对是一个会当让你拖过一世人的人，只是，也未为。 伊甲你小妹迄段感情行出来，搁予伊一点仔时间，因为安琪对文瑶意义真无共款。安琪是头一个，予踮伫黑暗中的文瑶感受着温暖的人，所以假使讲伊若真个紧就甲安琪放袂起，你遮等待的烦恼。 伊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，我知影，就亲像伊这个姊妹啊，对我来讲，意义就深的同款。就来啊！哇，尤其，哎，先生，大圣，不醉不归啊！这就是我欢喜的秘诀。 甲威士忌放入秘鲁内底，安尼就是深水炸弹。我无看过有人啉煞了后，佫无法度放轻松、欢喜起来。安怎？有人要试看卖无？嗯，这，佫有这。来来来来，哎，大家哦，安尼出来放轻松，当你嘛要试看卖。 来，艾文，一杯，你一定爱啉我。啊，无我一定会讲，来跟你交结去。拜托的，我敢会跟你计较济啊？来，啉着啉，像样像。哎，等下，袂当大家拢醉啊！我无醉啊，安尼我也就无聊的，我嘛来一杯。 祝大家健康快乐！健康快乐！那你要紧啦，欢喜啊！哎，超越，我独家的态度，拍摄啦，不是针对你，你莫悲伤。你啊，你嘛。 来，你那边哦，面对楼顶的所在，哈，还靠光，哈，来哦，准备哦，哎，别看我了，目睭哦，看看看的所在。
阿伯啊，哪拢无讲话？哦，歹势啦，光哦，无够啦，伊全人无好看呢。后摆有机会哦，我再替你翕哈。啊，你是安怎啊？你是不是搁想着亚杰与小妹啊？原本廖俊哥，我跟着小安杰离开宿舍，替你放下一段过去。原来我只是自己骗自己。其实你无需要比家己，甲放袂记。你才会记得伊上水的模样，甲伊上快乐的回忆，然后继续活出你精彩的人生，代替伊去看伊未赴看的风景。安尼有一天，你伫天顶上好的时阵，你就会当甲讲，你无辜负伊五万啊。安姐，讲袂同款的话。虽然有过，我敢以未完待续。但我安杰已经无未来啊！你说搞一个人，待在这个世间，我是要继续走落去。所以讲，你一定要幸福活落去。安尼，伊才会当真正安心嘛。安姐，我答应你，我一路过路幸福，一直到我人都无了天堂时阵，所以安姐。你别对我失望，你一定要继续，只有你爱的亲人，等待见面那一天。做红的应该是酒也袂退，行啦，我请你点饮料。不行。外宾也正娘，不是因为酒，是因为你。真正才对啊！罗志翰，
你跟我们徛伫遐创啥？运动啊？嗯。啊！你是你。你车替我扶一下。哦。咱继续骑啦。我是安怎？明明就知影庄君要整我，我哪会无想？子豪，我有要跟你讲。庄君是不是搁要跟我告白啊？我是要安怎才好？我敢要答应伊？我敢已经准备好势啊？子豪，回来，谢你啊！你好近无？敢有倒位受伤？无。阿丽嘞，你的手够要紧啊！阿丽是受伤啊啦！你是安怎要让我做这么危险的代志啊？你的手拢还袂完全好，万一再受伤……因为你伤够了啊！我只要暂时先把你的事情谈起来。你现在是在向我告话哦？你你即马会当先甲我先起来。相公，我要量你一下。我讲的。一双手是要牵一世人的，绝对袂阁放过啊！那你嘛要答应我？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代志，咱都要做伙面对。你卖搁一个人承担吗？听无嘴，大富贵，我当然爱听你的啊。